靠腰，还有人钱不见，全部的人被叫到走廊，全部站着，然后开始收外套，收什么口袋，结果收一收，那个人把钱包不知道放在哪里，他自己忘记，干你啊，操，摆烂这个人。我比较想要看他拉出来的屎是什么，是长什么样子？吃这么多东西的人拉出来的屎到底长什么样子？不知道那个马桶，不知道会不会淹过那个马桶那个水有没有？然后尖起来这样，全部下面全部塞满，然后就这样哒哒一直叠，然后叠超过那个水，这样叠出来。你的癖好好特别哦，我就好奇嘛，不是看大便有什么？靠要，要那时候当兵的时候，有人妈厕所不冲马桶，班长把全部人集合起来，然后一个人一个一个进去看那坨屎。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？就是有人不冲马桶，然后班长气到他妈的，全部集合起来排队进去看那一坨屎，看个大便而已，啊就想看呗，啊我就很想看，就是军中带回家的癖好啊，可以这么说，世界奇观不是？明明冲马桶了就没有，明明马桶就没有坏掉，就是有人拉完屎不冲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为什么拉完屎不冲马桶呢？他是有什么癖好是不是？妈被人家看到他的屎，他很兴奋，那想想就觉得刺激，嘿，这次拉屎我还是不要冲。好兴奋哦，好兴奋哦！有人在看我的大便，好爽哦！班长自己拉了叫大家欣赏，那可能是班长是个癖好，干超色，滥用职权啊！上面有没有前一段玉米还是金针菇？没有，就一坨屎。有人拉屎在浴室，干你娘妈的，我都不知道那些人。你说浴室那个地漏是什么？那个空的就算了，干浴室的地漏就是那种一般家里那种有。有那个盖子的，他都可以拉屎在地上，看他到底在想什么，我真的想不透这些人在什么环境长大，真的很靠腰。你有说那个浴室的地漏是那个一条沟有没有？然后就洗澡水，然后就有那么沟，然后慢慢飘到一个地方去，那也就算了。靠背啊，就他妈的有那个盖子，他也在拉屎，真的是怪人，还会飘到隔壁间去。大谈去当兵蛮好玩的、啊，因为看到真的会看到干你啊，不知道比土豆哥还怪的。怪十倍、一百倍的人都有，真的超怪，真的不知道那些人到底从哪里生出来的，超级夸张，怀疑他们是共匪，真的很怪，都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冒出来的，超级怪的，来搞人家心态的，我就觉得长太高当兵是不是很衰？有一点，那也还好啊，不要当班头就好，最好是站第三个到第四个，第五个、第六个就有点危险，第三、第四是最最刚好的，因为你不会当中央五，你也不会当班头，也不会当班尾，就很刚好，因为我刚好站第三个、啊，都没有我的事，反正。班头不在那个班二那个代替嘛，也没我的事啊。那个中央五也没我的事，都没我的事。我站第三个，超爽。当兵的人擦防晒乳的很多啊。我们当兵也是一堆啊，那时候穿一堆穿巴黎世家的鞋子去当兵的，还穿什么？还穿那个巴黎世家的衣服、裤子整套的，超级有钱人，超猛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巴黎世家是什么，我想说那什么东西，怎么听起来什么巴拉西卡？那什么牌子？我还不知道它那么贵。我想说可能是一般潮牌，可能一件衣服大概3-4千块，鞋子可能5-6千块那种鞋子，结果没有，干全部都要几万块的。那时候我还不懂，不是后来才懂，会不会是夜市盗版货？应该不是。那我们那时候退伍有去吃饭，然后有去看，就是有去过他家还是什么的，确实是真的有钱人。退伍没多久签一台三系列，超羡慕。直接下定，一退伍就直接定，然后好像等了不知道6-7个月吧，超爽。只是我还没搭过，然后他一直推坑我买，他说真的，你开过 BMW 就回不去了，你一定要买，真的要买。然后他一直推坑我，真的要买，真的吗？他就是说多好开，多好开，买不起，买得起也养不起，贷款还在缴，怎么养车？红 T 有杨海生或赖虎叶大同吗？叶大同、杨海生、赖虎、哦，我们班头蛮像赖虎的。但没有他那么胖，但就是很胖，像哆啦 A 梦那一种体型，圆圆的那种。但没有到赖虎这么大只。有人欠债被追到军营的吗？没有那么邪恶啦。你们那一天有逃兵仔吗？没有逃兵，可是有疑似想逃的。可是我不知道他不知道是故意迟到，还不是故意迟到，他是想跑还是说真的迟到？我不太确定。就有一个人，他大概玩了一个小时才进的，一个多小时，然后打电话给他也不接什么的，然后他知道到最后给的理由是他。好像说他被他女朋友，他手机什么的，钱包都被他女朋友偷走了，他女朋友就跑路了，就对了、啊。然后他的手机、钱包全部都被他偷走了，所以班长打电话都没人接，然后他也没钱搭车。后来可能好像是用公共电话还是什么打到军营里面吧，还怎么样的，反正我是不知道啊，但他是这样讲，
他说反正就有一次放假回去，马上他就什么东西回去，就再回来之后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钱包也不见了。反正我就跟你说，当兵会遇到很多怪人啊，有机会进去好好观察，很多的，多的是比辽宁市还怪的怪人，真的超多。辽宁市的怪人就已经够怪了，进去之后遇到更多。班长拿漫画出来放在桌上是卖，被老给抓到，很皮哦这班长。如果住北部但在南部放假当兵要去哪？很多人都是去网咖那种可以洗澡睡觉的网咖睡一个晚上，然后就去那个，例如说你在高雄，可能就去高雄逛逛街，看看风景，或者是跑去台南之类的吧，就附近临近的县市逛一逛，住一晚上，很多都这样。遇到赖虎那样硬实力家庭吗？没有，没看过。有一个铜铁的橘子放到汤里面当汤勺舀汤，装疯吧。有被抓到吸毒的吗？没有啊。有看起来像是有吸毒的，就是很瘦，然后很高，超级瘦，然后又黑黑的，很像有吸毒。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。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，但应该是没有啊。就是他可能就长，本来就长那样。看到两个人在那卿卿我我的吗？有吧，就两个同性的好朋友啦，应该不到，没有到在一起啊。同性的好朋友会就是会比较亲密一点。我们有 AirPod 被偷，大家怀疑是那个卖漫画班长偷的。那个班长人缘不太好，还要被怀疑，好可怜。靠腰，还有人钱不见，全部的人被叫到走廊，全部站着，然后开始收外套，收什么口袋，结果收一收，那个人把钱包不知道放在哪里，他自己忘记，干你啊，操，白烂这个人，害我们玩手机的时间就没拿来检查他妈的身体，他就。就说钱不见，然后就开始找，然后就把全部人叫到走廊站着，开始搜，摸口袋啊，摸外套啊，然后就什么床头、枕头下面摸摸东摸摸西找，找一找都没找到，那个人自己在他的内务柜找到了。有红臂章差很多吗？没什么差，现在超科大家都跟有红臂章一样，坐着聊天打屁而已，没什么差别了，顶多就是。班长可能跑步的时候，班长问说你还 OK 吗？会比较关心你而已，不然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了，坐着聊天而已。有人酒驾全员召回，一直都歪着爽。幸好那时候我们那边好像没有，是隔壁营的有人酒驾。每天都可以玩手机吗？新训的时候几乎啦，一个礼拜五天大概也玩三四天啦，没有。然后二阶段基本上没玩过手机，一次而已吧，就一次。一次之后就没有下次。跑去隔壁营开你有两枪，哪里的两枪？二阶段不是比较松吗？哎，恭喜！如果你抽到的是步校的话，那可能就不松了，比新训还紧，紧到靠背，比你妹的醋还紧，真的是紧到靠背，畜生球，比你妹的畜生球还紧，妈的一个隔壁中队的啦，靠腰嘞。他那一天就很突然，真的很突然。他突然坐在旁边，他因为就是在一个大草坪上面啊，我们可能在这里，我们中队在这里啊，他们中队在这里。然后他我们就刚好我是坐我排尾嘛，我就坐最左边。然后他刚好在我的左边，然后我就在那边玩石头啊，拔草啊，然后就在那边拉塞啊，然后在那边玩。突然就有人说，请问你是什么什么新庄国中的什么苏冠贤吗？你老妈的！没有一个名字，没有一个地方讲对的，